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去到天水围坐轻铁。入闸嘅时候咧，大家需要用八达通拍呢个橙色嘅入闸机；出闸嘅时候咧，要用八达通拍呢个绿色嘅出闸机。如果未有付款乘搭轻铁，可能要罚款370蚊。大家等车咧，要企喺黄线入边。大家可以留意翻月台嘅广播。轻铁服务主要是天水围、元朗和屯门，月台是有广播到站时间，大家亦都可以扫描 QR code 看一看下班车的到站时间。我们可以留意一下车厢的空间，座位全部都是使用塑胶。这个位置呢，就是紧急出口。今日介绍到此为止，再见。